电影中我总是别人的替身，今天我要做我自己，我是长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相信我，这次你买的东西绝对是对的。我这件藏品是乾隆爷的杰作，皇家御用的代名词。我的藏品在地球上仅有三颗。我看看你家宝贝，我看这个也不真啊。懂不懂啊？不懂不要乱说，知道吧？那不好意思，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来就是因为相信华玉之门，但同时我也相信我自己。哟，这是谁呀？什么情况？咱们赶紧请上来，听听他怎么说。有请。你好，欢迎你。我刚才听您好像是有点意见啊。对呀。刚才在台下他们看了我宝贝，说我宝贝是假的，被别人质疑了。对，本来上台之前我还能想起来其他事，现在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上台让我舞一段剑。哟，您还是有才艺啊。对，那话不多说了，这样别着急别生气，咱们先来一段才艺展示好不好？可以。来，有请。气了不耍了。您这一身练家子功夫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武术和武术营打和那个武术指导。句句不离武术，谁敢说人家这宝贝不对啊？郑凯老师不是说你们啊，你们该说还得说实话好不好？今天如果庄家老师说您这宝贝不对，您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吗？能控制住。在下面拍小照片的时候，他们都围着我，拿着我的宝贝让他们欣赏欣赏来。啊，他们说啊，你这是假的，回去吧。他们刚才肯定是没看到您这才艺，要看了肯定不敢这么说。对啊，我就把话撂这了。如果说我的宝贝是假的，我吃了它，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也得看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宝贝啊，咱才敢撂这个话，是不是？来吧，请亮宝。妈呀，这青铜剑啊！对呀，这你要吃了它？对，它是假的，我真吃了它。你敢吃，我不敢看。我看着这是一把好剑，你看。对呀，还很锋利。平常就喜欢那个舞刀弄枪的，但是这不前段时间我帮朋友办点事嘛，我朋友也知道我喜欢这收藏啥的，所以说在朋友那块淘了一把这个剑送我了。当时我拿起来，那个感觉知道吧？就是。贼舒服，知道吧？仿佛跟穿越似的，知道吧？啊，有气势，知道吧？身上就有了这个将军的气势。对对对，这上面有绿松石，剑手还有同心圆，它不是一般人使用的。如果它对的话，那我就拾到宝了。您现在已经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好奇了，这把剑究竟是真是假？我们现场会不会上演生吞大宝剑的戏码呢？那现在，请您为这把剑输入心理估价。现在有请苏老师鉴宝。我觉得啊，好武之人有脾气，对，但是呢，玩收藏，玩中国传统文化，要先修心，先心静，对不对？我让我呢也敢看，否则不能，我的先给照亮啊。我们先商量好逃跑的路线。这个绝对不会的。你带来的这把青铜剑，凭它的装饰手法和工艺特征，如果是真品的话，它的级别一定也如你所说将军级，因为它的工艺几经，再加上它是以同心圆和剑格装饰以松石加飞鸟陶铁，所以它不是一把实用剑，这种高等级别的剑都是有身份的人的配件。在春秋战国时期冷兵时代最有名的
制剑工艺最优秀的就是吴越之剑。吴与越两国的青铜剑，越国偏于秀气秀美，吴国偏于霸气，所以它整体的装饰的风格是吴国的。可是细观其形韵，它收锋处这个收锋比例偏下了，再加上剑刃部修磨工艺的痕迹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的修磨工艺完全不符，所以是一把现代的仿古。假的？非常遗憾。还能握手吗？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我愿赌服输，我真把它吞了，但是吞的是我自己的宝剑，没有必要。男人们说话呀，说话算数。你个哥们儿，你得记住，我真吞。您二位上来看一下好不好？我现场为大家检验一下啊，如果我都能吞进去，那就带弹簧了呗。九三先生，买保险了吗？呦呦，哎呦，不是你这叫伺候，你这不是吞剑。哎呦呦，哦嘿，我再给你配点音，哎哎呀，真凉，哎呀呵。毫无疑问，这个是真正的剑。如假包换啊，如假包换。现在我们请长城开始他的来吧表演。啊！我已经出现幻痛了，别吧，别吧，我做胃镜我都要哭的。嘿，啊！好好好，哎呀！啊！哎呀呵！太厉害了！太可怕了，这个太可怕了。之前有没有对这把剑做过什么处理工作？这把剑是真剑。但是它两边经过处理的，没有开刃的，没有开刃，这是危险动作，千万不可以模仿啊，千万不可以模仿。今天也要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现场带来的欢乐和精彩的表演，谢谢你，谢谢，祝福你，加油。大家好，我叫徐星怡，你也可以叫我徐徐。今天我带来的这个藏宝呢，我还是我前任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前任？对，这听起来似乎就很有故事，愿闻其详。这个呢是我前男友的妈妈然后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当时呢说的是还准备了另一件，另一件的话呢是一个金首饰，看对我的满意程度呢来送给我哪一件，最后呢就送了这个。在我前几天打扫卫生的时候，然后发现了这个。不是，干嘛把这么好的宝贝跟打扫卫生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总感觉他在你们家就没有什么地位，毕竟是前任的东西嘛。但是我看你现在对这件宝物呢，好像并不是很喜欢。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当时不如送你那个金项链啊？对，那你有没有研究它是什么材质的？当时就说是一个挺古老的一个水晶制的。哦，水晶的。对 对, 对，我想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朋友呢，然后可以拍下它，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其他的方式，然后来送给其他人好了。确定不留在自己手上了，这事儿翻篇了。对，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过去吧。对，好，那你自己来输入一个心理估价吧。那如果这件藏品被专家老师鉴定为真品的话，确认是要参与我们的华玉一拍的，对吗？对。好，那现在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华玉一拍，选择自己心仪的藏品了，没准那里面会有很多值得收藏的前任的礼物。好，有请专家老师鉴宝。项链呢，它主要的珠子都是以水晶制成的，另外呢还有红的，红的这个是玛瑙，黄的应该是银石。水晶当中呢颜色有三种，白水晶、茶色的水晶、紫晶，造型呢也多，有这种车轮式的，更有呢你看这个主珠像现在的宝石的切工，多棱形的。首先非常亮眼的四颗玛瑙珠，从它的光泽看非常的暗哑，它没有我们经常说的老器物表面的这种晶莹的光泽。这四颗玛瑙珠是新的，没有任何疑问。
那么水晶珠那是主角，究竟老不老？整个水晶的表面呢，它有一层膜，一层氧化膜。另外呢，我刚才看了它的这个孔沿处，包括它的断壳，它的自然老化的痕迹，包括磕碰的痕迹，都非常的自然。经我鉴定，这一串项链当中的水晶珠应该都是战国时期的珍品。哇，恭喜恭喜。我推荐啊，参加我们华谊拍的拍卖。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随手送的，然后没有想到这么个贵重。哎，除却巫山不是云啊，还能说点什么呢？我们来请市场观察团的老师出价吧。哇，九万元，惊人的一致啊！三位老师观点非常统一。这件项链呢，它的主体啊是战国白水晶，白水晶呢在当代市场呢存世量还是有的，但是珠体达到品相这么好的呢还是不多。它比如这个主体那个多灵水晶啊，单颗的价值在当今的市面上就要超过10000元，又加之呢它配珠又配了萤石、玛瑙，虽然玛瑙是新的，但是配起来整体非常的漂亮。谢谢。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姑娘自己的心理估价，5000块，差别挺大。真的是没想到，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那就翻篇吧，过去吧。对，好了，这件藏品按照张老师的说法已经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进入到我们华谊一拍当中了，而且呢刚好是我们华谊之门华谊一拍张老师的这个玉器专场，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您心仪的这件藏品。古人说水晶是水之精灵也，也希望呢这件藏品可以早日遇到它的有缘人，当然也希望你能够早点遇到真爱。好的，祝贺你获得华谊之门的收藏证书。好的，谢谢。同时也恭喜你获得仰韶彩陶坊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欢迎二位。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今天我来咱们华谊之门呢，主要有一个目的是想向各位专家讨药方来了。我们是健保节目，不擅长开药方啊。这不，我太太她这几天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香，愁眉苦脸的。那我问问姐姐，怎么回事啊？还不是她惹的，她买这个东西把家里的钱都刷完了。用全部的家当买了一件宝贝，这么大的事你之前没跟姐姐商量一下吗？没有，因为我特别酷爱古玩，这是我朋友下乡收的一件东西。如果说当时我跟我老婆说了之后，我怕她不让我买。哥哥，虽然说我还没有结婚啊，但是我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这有什么事儿得两口子商量着来，对不对？所以说大哥，我想问问您，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让您这么孤注一掷，非要把它拿下？那咱们就看看这件宝贝吧。好，来，请亮宝。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宝贝？这是件黄花梨的笔筒呢，应该说是笔海吧，比较大，上面而且鬼脸什么都比较多。大哥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是满脸的得意，然后姐姐现在的表情是满脸的嫌弃。姐姐，你对于这件黄花梨的笔筒抱有怎样的一个态度？我也不懂，他玩古玩都4-5年了，以前都是几百几千的买吧，反正想着是他的一个爱好，我也没干涉过。但是这一次这个花销确实有点大了。那方便能问您到底花了多少钱？8万多。哎呀，那的确是笔不小的数目哈。大哥，我想问问您是做什么职业的，这么大手笔买这样一个笔筒？我是农民，也就是在家种地，平时有的时候打点零工。那冒昧的问您，这个年收入大概有多少？也就是说2年的收入可能买不了这个笔筒。2年的收入都买不了这样一个笔筒？那您怎么那么孤注一掷非要买它呀？他哪个地方打动到你了？还是喜欢吧，最主要是看咱们华谊之门这个节目。说实话这个节目我是从小刚上初中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就喜欢上了这个节目。黄花梨器物它的特征都是跟咱们这个华谊之门这个节目上面专家老师学习的。
是的，学这个收藏鉴定的知识就必须得看华谊追门。那老师们鉴定之前请先输入心理价位，价格已封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专家老师来鉴宝。8万多对于这个打工者来说是确实是一笔不少的数目。当时按照什么时间的来买的？我是按那个清早期。这个笔筒的中间呢有一个洞，这叫脐，实际上这个能取出来。我怎么看这两个不是一种材料呢？如果是一样的话我就不敢买了，因为它这个材料一定要比那个黄花梨的木质要软，因为热胀冷缩，如果说用同样材料的话，那个笔筒可能它就会炸裂。他讲的这些道理呢确实是符合老器物的特征的。那咱看看它到底是是不是黄花梨。黄花梨呢又叫酱香黄檀，是有香味的。您的这个呢应该属于紫幽梨的这个品种。黄花梨木呢它的表面有结节，就是树疙瘩，所以在加工完之后呢它的纹理上面出现了类似于鬼脸状的这种图案，它表面的这个包浆呢被遮盖住了，所以看到上面的这个类似于鬼脸状的这个特征不是太明显了。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上面有牛毛纹和针眼状的这种特征。另外从上手的质感，这个手头的重量呢也是符合黄花梨的特征的。这个突出部位的外围这一圈呢出现了9年的食用的摩擦痕迹，使用包浆呢熟旧，没有人为的做旧痕迹，所以经我断定这件黄花梨的笔海呢符合清代中期的传世珍品特征，断定为传世珍品。耶、这个药方感谢老师，非常好。哎呀，这回去这病马上就好了，请示释放。好嘞，谢谢，谢谢高老师。高老师请落座。这高老师都已经鉴定是珍品了，是不是先得抱一个？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那接下来说不定还有惊喜呢，我们一起听听市场团的老师们会给出怎样的估价呢？价格是18万元、15万元、20万元。曾老师，笔筒也好，笔海也罢，都是文房收藏当中的大件器物，尤其以名贵的黄花梨材质，这样的笔海更是弥足珍贵。结合2018年中毛盛家春季拍卖中一件16.3厘米墨的黄花梨笔筒以无底价拍卖，最后成交价是18.4万元，我们给出18万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好，谢谢，谢谢市场团的老师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持宝人的心理价位是20万元。非常高兴，以后还得看咱们华谊之门能够多学鉴宝知识。嗯，说得好，得偿所愿了，是不是？我觉得你们俩得再抱一个。祝贺，同时我们还要送上华谊之门的收藏证书，仰韶彩陶坊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回去好好庆祝一下。那这件宝贝到底能不能进入数字珍宝馆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有一样东西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真正没有几个见过它。像慈禧太后啊，看到这个东西都是爱不择手。慈禧太后爱翡翠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您说这藏品又凤毛麟角，那是有点矛盾了，究竟是什么呢？咱别卖关子了，咱们亮宝吧。好嘞，来请亮宝。哇哦，好嘞。这位先生给我们带来了2颗圆球，我看您还特别小心翼翼的从盒子里拿出了一颗，从兜里又拿出了一颗，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颗呢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多代的，它的前称名字叫陨石钻石夜明珠。这个陨石它来自哪里呢？来自太空。这颗是来自太空。那这一颗来自哪里呢？某多多平台上买的。那为什么你20块钱买的这一颗？为什么要花20块买它？他为了印证我的这一颗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以比较。在您的理解当中，全世界像这样的陨石、钻石、夜明珠，这个名头有点长啊，有多少？世界上只有2颗，
我们中国有一颗，美国有一颗。关于这个夜明珠，其实咱们听说过很多，就在历史上它是特别受欢迎的，但是究竟存在吗？要说夜明珠是出现在慈禧太后时期的，那就太近了。最早我们是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让玉篇以随侯之珠谈千仞之阙，就是说用价值连城的随侯的宝珠去射天上的麻雀。李斯的谏逐客书中也写到过，今陛下至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说白了，夜明珠在这个古代文学中的学名就叫做随侯之珠。搜神记里面是怎么记载随侯之珠的呢？随地的侯他在路上走，看见了一条蛇，哎，这个蛇受伤了，于是随侯就非常心疼，帮他止血，帮他包扎。后来过了一年多，那条蛇来报恩来了，那嘴巴里面就衔了一颗珠子，在晚上呢还会发光。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但是随侯之珠有人见过吗？和氏璧有人见过吗？传国玉玺有人见过吗？没人见过。所以夜明珠到底是什么呢？是萤石？是琉璃？是人造玻璃？那到时候只有请专家老师为我们去解读了。哎，这个夜明珠顾名思义，它能点亮夜空，它能发光，这个是它叫夜明珠的最基本的要求。那您的这个能发光吗？能发光，但是点燃夜空了，那就是过分的夸张。这个20块钱的也会亮。我们现场能看出这种光吗？可以啊，可以试啊。哟，这不用打它就亮了。它这个力不一样，它还有自然的纹理。它俩唯一的不同呢，就是这个是直绿的那种亮，一个是人工的，一个是天外来物。如果按照您说的，这颗祖传的是陨石钻石夜明珠的话，现在请输入您的心理估价。那关于这件藏品是不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呢？有请专家鉴宝。现在咱们的科学家啊，经过研究，其实真正的夜明珠应该都是萤石的。萤石是什么？佛花盖，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为什么它能发光呢？其实啊，它这种矿体里面呢，它有一种电子，这个电子呢，在没有受到外界光照的情况下，它处于一个基本的低能状态。如果受到外面的光照以后，它瞬间呢可以到一个高能状态。如果这个外界的光线撤了以后，它又会慢慢的回到这种基态，就是低能状态。它要释放能量，释放能量的形式就是发光。比如说您这一颗，您说既是陨石又是钻石，我们就知道陨石从太空划过这个大气层的时候，你知道它那个表面的温度是多高吧？有时候是几千度，8000度。对，8000度，什么样的东西能经得住8000度的高温的灼烧？我们都知道钻石的摩氏硬度是10，那么这一件的硬度肯定没有10。我想这一件应该钢刀就可以划动它。对，说明您刚才说的陨石钻石这个概念肯定不成立。是的，您这两件呢，我们看虽然它的表面不一样，一个是很光鲜，这是打磨的非常光滑，一种呢它是上面好像还有一些小坑，还有一些脏，给你的感觉可能是土里面挖出来的，或者是船的时间很久了，表面是脏脏兮兮的了。其实这种是人为做出来的，他们叫带皮的叶，这种呢叫不带皮。如果说我买这一件来证明这一件对，那是不对，那是50步笑100步。请我鉴定，这两颗珠子应该都是现在夜明珠的。非常的抱歉。好，谢谢张老师。相信老师。谢谢。好，谢谢您来到华玉之门。谢谢。华玉鉴宝小妙招。在收藏同类器物，无论是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物，还是中古以后的铸铜器物，只要是在其内坛发现有
类似于蜡烛燃烧以后流淌状的那种竹泪痕，那一定是现代仿品，因为它是由现代涮蜡模工艺所形成的铸造痕迹。请大家记住，到湖南不同乡，本节目由养老彩淘宝特约播出。Hello， 大家好，我叫秋波，这次我又来了。我对您印象实在深刻，不仅是因为您长得帅，上一次鉴定的这个青花釉里红的挂耳瓶，直接进入到了我们华玉之门的数字珍宝馆，所以今天带来的宝贝更厉害。对，我不能刚让你们记住我的宝贝啊，也得让你们记住我的好。哎，说到您的这个好啊，在这期节目录制之前，导演跟我说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我就上网那么一查，发现很多网友给您起了一个称号，叫拯救哥。对，这个拯救哥的新闻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对，看到过，是见义勇为，然后在路边救了一个小女孩，还上了新闻，还说他去一个老婆婆家收宝贝，发现是假的，结果还给了人家1000块钱，后来还怕那东西扔了再坑人，就当场给砸了。哎呀，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拯救哥啊。真的说的我不好意思了，我这做自媒体账号以来啊，我的口头语就是入对圈子跟对人，拯救小哥最迷人。那你今天来到华玉之门是要拯救谁啊？拯救这件宝贝。哎，到底是件什么样的宝贝呢？请亮宝。哇，这是一件青铜器啊。我翻阅了一些资料啊，这个应该是叫青铜釜，应该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火锅吧。哎呦，这火锅还挺深的哈。哎，我记得你不是喜欢玩瓷器吗？怎么开始研究青铜器了？这是2015年的时候，我跟我一个叔去日本，当时我是奔着瓷器去的，结果看见了这件宝贝，为了咱民族情谊啊，那也不得把它带回来啊。当时花了多少钱淘来的？当时加上佣金的话20万，那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那它现在在你的心中到底价值几何呢？来，请输入心理价位。价格已封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专家老师来鉴宝。李先生查过资料，叫青铜釜，实际上它的功用啊，就是剑锤器，它符合汉代的青铜釜的典型器型。到底如何鉴定其真假？首先从铸造工艺方面来说，其底部和身上所呈现的二分范的铸造工艺特点，以其底部由其浇铸口的工艺特征，还有内膛残留的使用痕迹的特点，都符合汉代的时代烙印。再加之身上绿色的锈蚀，强光打上去，透过包浆看其贴骨的地子和锈蚀皮壳的质感，都完全符合自然状态，所以这是一件汉代的青铜釜真品无疑。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而且值得恭喜的是其品相极佳，保存完好，传承有序，值得恭喜。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谢谢苏老师。接下来我们看看市场团的老师们会给出怎样的估价。20万元、8万元、25万元。哎，赵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的价格有点悬殊啊。它究竟是一个件炊器，它不是礼器、酒器。再一个，它做工粗糙，工艺性也不高。如果日本同时期汉代的一个漂亮的青铜鼎，市场价不会超过4万块。你这件了5了8万，我觉得都有点顶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看的从造型上来说是非常精美的一件器物，所以说20万元并不高。谢谢老师们，你们自己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持宝人的心理价位是20万元啊，和我们陈老师和志伟老师给出的估价是比较接近的。现在心情如何？挺好的，是个倒带的真品就行。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小彩淘宝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
有很多被收录进华语之门数字珍宝馆的藏品呢，已经被推荐入选我们的华语一拍，可以上拍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入手藏品的话，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挑选心仪的宝物。各位专家老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张子枫，时隔七年又回来了。哎呀，七年之后又回来了，对，您是我们华语之门的老朋友。对，我七年之前参加过咱们华语之门的栏目，当时拿的是瓷器。经过七年的修炼，眼力又进步了，是吧？应该可以。来吧，请亮宝。哇，这宝贝太惊艳了，这是景泰蓝的转心瓶。哎呀，看看我们文化体验团的老师们眼睛都要看直了，不仅要转心，而且要转身了。来，有山魏老师，近距离的看一看吧，好不好？不介意我上上手吧，老师？它会自动转吗？啊，不是，这得手摇一下。能动哦，挺神奇的啊，皮儿不动，画片动，这好像古代电视机、啊。这个就像我们以前看那个老北京那个拉洋片，拉洋片，它也是手操作哈。对对，您这个也是手操作，但是我觉得它是。就是双层的这种胆嘛，它肯定是转哪个地方是内层的、啊、就跟那个什么九转转心壶似的、是这种的啊，是两位老师说的都有道理啊，两位老师都爱不释手，谢谢。好，请落座啊。这个转心瓶呢是乾隆皇帝的力作，而且一提到这个景泰蓝呢，我们都觉得它是这个古代皇帝御用的代名词，你说现在它合二为一，那结果必定是一个重器啊！那结果应该就是乾隆御制的景泰蓝转心大赏瓶。我此类的器物呢，瓷器应该拍到过3.5亿，我觉得这件应该也差不多吧。您觉得这件也有可能值3.5亿啊？有这个可能性。哇，如果它真的值3.5亿的话，是我来华语这边两年见过的最值钱的宝贝了。哦，您有多少把握呀？我差不多吧。那您说说这件宝贝，您当初是怎么得来的？我平时实际上是收藏瓷器的。这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在欧洲的做回流的朋友替我淘回来的。那这件宝贝当时花了多少钱？当时3000多欧元，合人民币大概20000多。哎呀，那如果它是真的，离3.5亿，哇，天哪，翻了 N 倍，再乘以 N 倍啊！幻想的。行，那在老师们鉴定之前，看看您的心理价位到底是多少呢？价格已封存，接下来有请专家老师来鉴宝。刚才张先生说3.5亿拍卖记录吗？那是同类瓷器看到过。2021年，保利拍的那一只洋彩的，还是洋彩，2.6亿。这个是真实成交。所以呢，不只是价格，由于转心瓶在瓷器制作工艺里面做成转心瓶难度极高，但是如果在景泰蓝制品做成转心瓶相对容易。如果这件转心瓶如果是乾隆年间的宫廷御制品，确实也是弥足珍贵，但是关键它是否是真品，通过你仔细的观察它表面材料的特点、使用的色料和景泰蓝的质感，都呈现与民国时期到中国出口畅汇期这个时段所呈现的质感和工艺特征都完全相符。这只瓶它瓶体表面的景泰蓝部分是老的，但是当你仔细观察其圈足上部这一组仰连纹，以及龙耳的结合部，还有中间镂空部分的金属部分所呈现的铸造工艺的特点，以及表面所施以的石金工艺，它与古法鎏金工艺相去甚远，都是现代扫金水工艺所形成的一个质感。所以这是一件由民国到出口创汇期的景泰蓝瓶真品，进行了切掉颈部内膛加以改制的一件组合器，对原有的老物件进行破坏，使其
产生巨大升值的一种拼凑造假的行为，是一种欺诈行为。这种在收藏品里面是被视为仿品，非常厉害。所以呢，在这里要奉劝藏友，玩收藏一定要全方位的、各个角度的进行鉴定，好吧？好的，谢谢老师。从哪儿磕倒，从哪儿爬起来，好吗？好，老师，谢谢老师。好，谢谢，谢谢，谢谢苏老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持报人的心理价位，对于这个结果能接受吗？那可以可以，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当时也拿不太准，所以说让老师来看一看。我也就是更加坚定的信心。我觉得咱们玩收藏需要这个大量的知识储备，还有这个经验的累积。下次咱们看准再入手，好不好？继续加油。好，谢谢。好，谢谢您，谢谢。来自河南安阳，我叫胡世廷。喜气洋洋地捧着这一尊金色的造像就出场了。说实话，我的目光被他所吸引了。这尊造像是你的收藏吗？祖传的。听谁说这是祖传的呀？我家老头子说的。父亲说的？对，上周他出去旅游，回来的时候才跟我说。但是我从小就没见过他，所以这就是比较纳闷的地方。重点是他说父亲上周旅游回来之后就出现了这件祖传的宝物。关键是父亲旅游回来之后为什么现在才揭秘这个东西呢？哎，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很有可能这就是上周旅行的时候请的一件别人祖传的宝物。你是有这种怀疑在里面是吧？我觉得肯定是这样。肯定是这样。对，他以前出去的时候就爱买一些这些收藏品啊、纪念品之类的。我估计是这次花的比较多，没干过，说实话。所以就说，哎呀，咱们家有一件祖传之宝啊！你看这个开脸儿啊，鎏金呐、整体的这个造型啊，看起来都有模有样的，看着像老的。有幸是真的的话，希望上咱们的华玉一拍。哦，想上华玉一拍。对，那重点就必须得是真的。那现在请输入一下你的心理估价，来，有请专家鉴宝。其实这个造型呢比较容易辨认，菩萨戴的一个披巾，女相男身的观音菩萨。这个观音是我们中原信奉佛教的大众都愿意供奉的一个观音大士像。那么这尊造像呢，从它的表面特征来看呢，露胎部分呈现出来的色泽呢是微微发黄的合金铜质，但是它表面呢出现了什么鎏金。这个鎏金工艺呢是比较高端造像的一种二次工艺。那我们看一看这尊它到底是新的还是老的。第一，铸造工艺是传统的铸造工艺，是明代风格的这个时期的铸造工艺。第二，它的鎏金呈现出来的全身的包浆，在传世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被擦蹭掉的和局部的一些传世包浆的磨痕呢，非常的自然。那么首先可以肯定的讲，您带来的这一尊呢观音大士像呢，是一尊明代传世真品。太好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在它的这个底座部分呢有轻微的人为的修理的痕迹。谢谢高老师。谢谢。那关于这尊造像的价值究竟会是多少呢？有请市场观察团的老师出价。3万元、2.5万元、3万元。这尊明代的造像啊，它的最大的亮点就是鎏金，有鎏金。如果它不鎏金，这么大的个头也就是10000块左右。它有鎏金呢，按正常的价钱它最少要50000块。为什么我给了25000啊这么低的价钱呢？因为呢它的底座莲花底座呢有修，缺了一块，所以呢这尊造像呢它的价值我给它大打折扣，打了一半的价钱，25000。这尊造像没问题，开门真可以上华玉之门拍卖。好，谢谢赵老师。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持宝人的自己的心理估价，20000元。所以老师们的估价还是超出了您的预期。那如果持宝人希望这件藏品可以参与我们的华语一拍的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华语一拍，了解藏品信息。恭喜你获得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仰韶彩陶坊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老师们，今天哪些藏品可以进入到华语之门数字珍宝馆呢？经专家团合议，一致推荐以下藏品涉入进华语之门数字珍宝馆：青铜器、黄花梨笔筒、汉代青铜铺、战国水晶珠组合项链。恭喜这3件宝贝可以成功进入华语之门数字珍宝馆，更有机会发行数字藏品。亲爱的朋友们，华语之门全民赛宝大会线上线下报名通道将全力向您开启，我们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下周四晚，河南卫视《华语之门》，不见不散。再见。河南卫视，文化中国。